Hello everyone, this is Cowbay Tactical 牛湾战术小队，我是 Hammer。没错，好久不见。如果有在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，就发现，我们频道好像停更了一阵子哦。大概有多久？四个月吧。大概四个月没有出来玩，因为之前呢，个人家里有一些原因跟因素啊，就没有办法出来。那最近呢，算是情况稳定了，那我们也决定出来活动一下我们这老筋骨哈，顺便把这些玩具枪拿出来看生锈了没。来重温一下，训练一下。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各位哦，在我们停更的这段期间，然后一直持续的有朋友在关注我们，那个订阅数也有在缓慢的成长，所以在这边真的跟各位说一声谢谢，感谢支持。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有你们的关注，我们才有动力去拍出更多的影片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很简单哦，要来分享一下，算是一个暖身的活动。我们今天没有设置的很复杂，其实就两个把架，两个把。用四个把也 OK， 那我们的脚锥呢很简单，摆了一个四方形，一个回圈的方式，那我们可以绕八字形，也可以绕方形，那主要是去重温我们的肌肉练习去训练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很久没有动了嘛，怕是这些动作啊还记得吗，还准确吗，所以呢我们待会会去练习前进的射击跟后退的射击，那强弱手在右边的话我们就是用强手，就是右手，那左边呢我们就会换到弱手，左手射击，那一样加上主副武器的交换，一样也是会有前后前进后退，那一样也是有强弱手的变化，把我们的弹夹瓦斯都装满，然后直接下去一直绕，一直练习，一直练，练到BB 弹都打完，那差不多我们身体也热了肌肉记忆这些也都回来了，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场暖身的方式啊，那也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不管你是要下场之前，还是你要涉及竞技的竞赛的，这都是一个不错的热身暖身，然后恢复肌肉记忆的一个动作，那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吧， Let's go， Ready， 回到
真的。对刚刚的训练有什么想法？体验怎么样？我个人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场地设定很简单，需要的器材，然后该练的大概都有练到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卡碳发生太多次了，我的鼻子。哇！哇！卡了几次，烂货！妈的，毒蛇烂货！操！不要玩了。但是那是因为我的飞机有一些状况了，对，所以也不能怪毒蛇。但是我也只有这一把飞机，所以我也让我困扰很久。在这边没办法很畅快的进行设计，等要送修了。其他的状况我觉得都还好。跑这个有什么困难的点？阻碍？地上的草会勾我的脚，然后这个地形就是很多这种石头，有时候你的脚踝会不稳定，你踩到有时候就是，你知道，踩到石头还是什么大大小小的，所以等于说你的下盘要边移动边升起，下盘的稳定度要很够，移动位置的时候才会快跑。射击的时候就尽量。慢就慢，后退也是，前进也是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太久没玩了，熟悉一下我的步伐跟手势动作。太久没练了，有点 KK。哦，但是跑一下，算还行吧。还行啊，感觉还可以，恢复的蛮快哦。对，八九成，还是要多出来跑。那你觉得困难点是什么？主要是那个草超长的，好像有人在抓你的脚一样。干扰练习。对，我还练习卡弹练习，故障排解，拔不完。那自然地形就是这样嘛，就是很自然，我们也没有刻意去摒除这些障碍，这也算是练习的一部分，要自己去克服，是一种练习，是一种练习。那休息那么久，重新上来的感觉，心情如何？累，好玩了，心情很累，带病上场哦。对。有点小感冒，但是表现还是很不错、啊。运动流汗一下也是比较舒服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感冒会跑得快一点。不一定。